我不给你了，我给你关上门，你抱着小猪悠悠自己吧，行吗？啊，来，你给大家悠悠吧，你不悠你自己睡觉吗？他一困他就抱着小猪自己悠。快去吧，悠悠自己睡觉吧啊，快去吧。谢谢安然无恙刷的小巴掌。你是逮啥咬啥呀，是不是你逮啥咬啥啊？你都困了刚才，你咋还不睡呢？嗯，好美。你想自己给他脱了是吗？他有点闹叫，他跟小孩一样一样的，就他在睡觉的时候，然后还睡不着，还想让你哄的时候，他就会耍脾气的，耍驴。因为他找的小奶嘴了，安抚奶嘴，我给他买的小猴子的，大概几个月能自己吃东西。好美到家之后，我只给他吃了一罐奶粉，一罐半，现在还剩半罐。吃完这一罐半，然后他就自己吃面包、吃水果了。然后偶尔我也给他留些奶粉。嗯，你看他困了，他一困就嗯唧。要裹他的这个安抚奶嘴。多少钱？多少钱不能在直播间说啊，就是五位数，因为要说的话我会被封号的。然后那个好美是从榜一那儿抱回来的。有意向的可以加一下榜一，然后那个榜一是吉林的，然后那个要是离得远的有石家庄附近的可以加榜三啊。直立行走需要教吗？需要教，因为他腿没劲儿。猴子小的时候开始他都是靠那个就是手，你知道吗？手劲儿比腿劲儿大，想让他站就必须得锻炼他，一般都是把手绑上或者是拿那个胶布缠上，让他背上小书包那样练习走路。但是练走路他也偷懒，他很懒的，他嫌累。好美呀，你不抱你的猪了啊？他是在这盯着奶瓶子，我把奶瓶子给他拿走。我不用哄他的，他自己就哄自己了。好美，好美，来，这不是你的猪吗？快抱着他吧，快点。对，抱着你的猪睡觉吧，给你奶嘴，快点抱着他睡吧啊，抱着睡吧。他有脾气吗？他有，他可驴了呢。最好是特别小的那种。都会长大的，但是具体长多大就不确定了。你就小猫小狗的也会长大的，长大就不好看了。这东西就是养出感情啊，就是咱说了，那小朋友小孩的也是小时候好看，长大了也是会照小时候没有那么可爱，但是都是自己的，他长啥样也不会嫌弃的。寿命多少？寿命大概30年左右。我也喜欢小奶猴，就是特别特别小时候，特别怀念好美刚回来的时候，那么一点点跟那个小耗子似的。我刚去榜一，那个榜一他那块去抱好美的时候，我都不敢抱，因为我怕我一使劲儿，他得过去，因为他太小了。他粘人吗？他分什么时候粘人？其实好美还好，挺独立的，不太让我操心。但是出门他非常粘人，就出门他必须挂在我身上，他一步都不会离开的。跟小狗感情好吧？好，但是也打。他们打不是真的打，就是他想跟小狗玩的时候，他想骑在小狗身上，然后那像骑大马似的拽着小狗脑袋。好美多大了？好美快5个月了。小猴子没有安全感。所以说他粘人的基础是在于他害怕的时候，像就我在家，然后两只小狗在家，我老公不在家，他就是出来他也是很自然的，该玩玩该干嘛干嘛，吃东西来找我，睡觉来趴我身上。然后
那个他要是那个出去的话，他就是一直在我身上，根本不下去。他的玩具好多，嗯，我给他买了好多玩具，但是他钟爱的只有这只猪，那些也是猪，大部分是猪，但是他只喜欢这一只，还挺专一。我一直以为猴是保护动物，竟然还能家养。野生猴子确实是国家保护动物，但是现在基本上自己家养的猴子都是养殖场繁殖的，或者是那个研究所做实验的那种猴子，人工猴子。猴子啥时候算成年？我知道3岁算是成熟期，然后有说3岁，有说5岁的，大概就是过了3岁就算是青少年了吧。他衣服咋办？有专门卖小猴子衣服的，然后那个我现在给他穿这是小狗狗的衣服，就是最小码，他穿的有点大，但还好，有专门卖那个小猴子穿的衣服的。然后再就是那个像冬天之前好美穿的那个毛衣，那是我妈给他织的，好看。男孩女孩，我们是女孩，我们小闺女。浙江嘉兴离徐州近吗？我地理学的不好，去的地方也少。最大养5斤的，对，我肩高成年后肩高不会超过35厘米，体重在4斤左右吧。他不会说话的，他要会说话，那我不发财了。那他随便说两句话，我都能那个拿他挣点钱了。这种猴会不会长成年野生猴那么大？不会的，现在都是杂交出来的，一代每一代都是一代比一代强，就是小体型会更小，因为它就是杂交繁殖嘛，培就是这种杂交这种小体。我不卖猴啊，我不卖猴，而且直播间也不允许说价格，因为那个会封号。然后那个东北的话，就是可以加一下榜一，因为好美就是从他那儿抱回来的，榜一就是头像是靠谱的那个。然后那个要是在什么石家庄、河北那头啊，石家庄那头可以加一下榜3。平时他和人吃的一样，都吃的一样吗？吃的一样。那它是杂食动物，但是不要给它吃肉就好，因为吃肉猴子会得心肌炎。就让你吃什么米饭呢、面条、馒头，它都可以吃的。然后吃水果，喝水。最大能长多大？成年后肩高不超过35厘米，体重不超过4斤，就是4斤左右吧。但是这也看你咋养，你要定价喂它，但是你再袖珍或者再小体，那不也得喂穿了吗？你就像小狗似的，泰迪什么茶杯犬，你回来再茶杯，你使劲喂它，使劲喂它，啥茶杯能装下呀？需要办证吗？不需要办证，因为证是那个猴场需要的，那个你养猴子只需要那个领养手续就可以了。看着挺亲，嗯，特别乖，但是有的时候也耍驴。对，水果蔬菜最好。猴子能比上自己孩子吗？这个是没有可比性的呀。再说了，那个养它了之后就跟家人一样了，就拿它当自己孩子一样了。它多大了？它5个月了，还得穿尿不湿。对，穿尿不湿干净啊。那个要养过小朋友的都应该知道，那个尿不湿尿在里面也不糊屁股，然后那个粑粑会掉在那个小坑里头，也不沾屁股。很干净的，尿不湿是专用的嘛？尿不湿穿的是小狗的，小狗最小码的。有点逆光了，逆光是不是就看不清了？你看他够我，大家给点点小红心，然后给榜上的猴爸猴妈点点关注，然后那个好美是从榜一头像是靠谱，那个从他那儿抱回来的，你让他站着扛棍儿，他就那么听话，但是他犯错了，他会听你的语气，然后看你的脸色，他能看懂的。然后我给他一根一次性筷子。我让他把着扛在后面，让他站着罚站。他知道他犯错了，他就很乖。放他出来，他跑得特别快。
刚才我已经给他放出来了，他一刚一直在外面来的，然后刚才他困了我才给关进来。大爷，他现在要出来的话你们看不到他的，我跟不上他，他速度很快。好漂亮大眼睛，他就长了一张骗人的脸，其实特别淘。他有记性，猴健忘得快，你当时训完他之后说跟前这几天他会记得，再晚一点你给自己买礼干啥，再晚两天就是再过的时间久一点他就忘一干二净了，你还得重新告诉他。大概多长时间会走路？好美过了两个月的时候，我就让他练习走路，给他背着小书包。你看他淘的，给自己脑袋买礼，他想给那小衣服脱下来。但是他给他练习走路，就把手绑上，或者给他背上小书包，锻炼一下他的那个腿劲儿。因为他一般都是用手，手劲儿比腿劲儿大，所以想让他走路，必须得锻炼他腿。为啥总带尿不湿？因为他拉粑粑尿尿，尿在尿不湿里会干净一些。他给自己埋起来了。你是赵东的吗？我不是，我是哈尔滨的，但是离赵东不远。那是需要一直训吗？不是的，他有一个习惯性，你有耐心的话连着给他，就是一直告诉他，一直给他灌输这个思想的时候，他就会记住。如果你是阶段性的，比如我今天我高兴了，我让他练一练，第二天我不管他了，隔三差五我再给他练，那就不行，他会忘的。好的，加我微信的，然后我有一会儿下播的时候我通过啊。然后那个给绑上的都是养猴子的，榜一榜二榜三榜四都是养猴子的，可以给点点关注，都特别可爱。然后那个好美是从榜一抱回来的。好的好的，那个我一会儿下播就加你微信，然后大家给好美把小红心点一点。你看他在耍赖呢，他有点困了，他现在闹觉。我一会儿下播就会通过微信的，然后想了解小猴子的话，喜欢小猴子可以给榜上的这些猴爸猴妈点点关注。抱出来玩一会儿，他都已经在外面玩了两个小时了，而且现在他有点淘了，他现在就玩腻歪了，有点闹觉想睡觉。我要再给他抱出来的话，我根本都抓不到他，就是他上觉。我要再给他抱出来的话，我根本都抓不到他，就是他上蹿下跳的。我可以抓到他，我说的是你们看不到他，因为手机晃。这个过程追他的这个过程你们看不清他的。为啥点？就是你们在直播间看这个直播的时候给点点小红心，他会在同城上热门，然后就会有更多人来看他。叫他出来。等着等晚上的，我晚上直播的时候我让他出来。因为刚才你可能来晚了，刚才他一直在外面来的。他现在有点困了，现在闹觉了。我手机100%的电开的直播，现在12%了。然后喜欢猴宝的给榜上做点点关注。小猴子生病不好找宠物医院吧？小猴子很少生病。小猴子生病，宠物医院不给看，他看不了，因为他属于灵长类动物，他不属于那种。就是普通动物，它能给它看，它的结构跟人身体是一样的。但是呢，咱人的医院还不能给小猴子看病，所以说他们可能自己心里有数，知道生病没法看，他们就是很少生病。好美刚到家的时候，水土不服，就是发烧过一次，然后给他吃那个小儿的那个退烧的药就好了。他们身体很壮的。我没感冒，我是哈尔滨的，东北嘛，这就是有点天气凉了，现在才十几度，就是冷空气一交替的时候，我对冷空气过敏，然后就是嗓子特别痒。打疫苗啊，他打疫苗好像就是那个他生出来之后到月份到时间他就打一针，就像咱人似的在胳膊上种痘，就是好像那种性质，就是打一针就是终身管用。然后那个榜一每年也会那个给我们发一支那个针，就是那个给他提高他身体的，然后那个反正就对他好的针吧，每年会白给他们一支的。多少钱价格我就不说了，因为在直播间说价格我该被封号了。
我们同城的是吗？都是哈尔滨的。对冷空气过敏很讨厌的，尤其是生活在东北，空气一交换的时候，这嗓子受不了。那个喜欢好美的给点点关注，然后给榜上的也点点关注，给好美点点小爱心。那个喜欢猴宝的吧，那个可以那个加一下榜一。那个好美就是从榜一那儿抱回来的。哎呀，他胆小，我经常带他出门，给他带出去之后，那个他就基本上挂在我身上，他不会下去，我给他放下，他都会发飙的那种，再窜回到我身上。这猴子听话吗？猴子挺乖的，猴子不伤人的啊，很乖的。你们对猴子的印象，觉得他伤人的都是野生猴子，存在电视上的。给我也报，对，你们加他，就这个吉林宝哥，你们加他，他人很好的，很有耐心的，可以看看你们，不要看我了，我很丑的，现在都是好美的粉儿，都是来看好美的，我都怕你们看完我之后，好美的粉丝刷刷都掉下去了。在哪里买？在哪里买？找榜一，让他拿东西，他会不会去拿？看心情，他会的。有些时候他自己会拿，比如说我说你去把奶瓶拿来，我要给你沏奶，这个他会，因为他要吃啊。但是我要说你去给我把球捡回来，那他不会，但是也会看他心情。你看他又开始吃他的安抚奶嘴了。猴子是五位数，但是具体价格我不方便讲，因为会被封号。还是体质弱是吗？那怎么办呢？我体质也不弱呀。多锻炼身体，多锻炼身体。你看我有跑步机，很少用，搁那基本都挂衣服。我想养，就是怕他有疾病，传染孩子又怕脏。不会的，真的不会的。关注一下快手上有一些猴妈，都是跟小宝宝一起养的，而且跟让他跟小朋友一起长大，因为现在独生子女多，而且那个让小猴子跟孩子一起长大还是有好处的。会增添他们的爱心的。具体关于猴子哪里买呀，还有价格什么的，我不卖猴，然后那个直播间也不允许说价格。你们有想了解这方面的话，就那个加一下榜一，头像是靠谱那俩字的。养他是不是可以养个小孩？养小孩多费钱呢，他多省钱呢。你想想，平时咱蒸米饭给他吃一口，买馒头给他吃一口，他平时就喝这块挂的水，煮面条了给他吃一口，他多省钱，他也不用上学交学费，也不用操心，也不出去惹祸。乐乐啊，乐乐的主人牧哥是我们猴圈里的老师，他教小猴宝非常有，就是有那个方式方法，他家乐乐特别听话，特别乖，他家乐乐就是什么都会。谢谢大耳朵宝宝刷的稳，大家给那个榜上的都点点关注，都是养小猴子的。然后想咨询小猴子价格啊，什么哪儿买什么的，就加一下榜一，让他给你们科普一下。他放出来会不会家里造反？不会的。他在很过分的时候，我一喊他，比如我语气重一些，我说好美，然后他就会听说出来语气，他会立马，就像刚才我直播的时候，他去拽我的烟放在嘴里，我说你放下，他一下就扔下了。他现在困了，他现在要睡觉了。你看他经常晒太阳，自己对脸对着太阳，在那思考猴生。那个关于在哪儿买多少钱呢？你们关注一下榜一啊，具体的问他。然后我手机现在还有8%的电了，一会儿我就下播了，然后那个晚上我再给你们直播。怎么管教他呀？这个真的需要耐心。是的，很需要耐心，因为猴子你需要一个持续性的让他知道你想表达的一件事儿。如果那种间接性的，他不会记住的，他掉定就忘了。很爱好美，
杭梅，杭梅，杭梅，杭梅啊！呦，奶瓶奶瓶，你看他就看着奶瓶亲。看这是啥？你看这是啥？你看这是啥？你看不给他就拽。行，宝宝们，那个你们给那个榜上都点点关注，然后给浩美点点爱心，然后我就先下了，因为我手机没电了，然后我晚上再给浩美直播，然后到时候你们过来再看他。他平时站起来走路的吧，对，他站起来走路的时间多一些，但是也看他心情，他有的时候耍赖犯懒的时候，他撒泼的时候，他就四条腿着地爬。母猴子还是挺听话的，公的就玩这套，也不是这样的，猴子也分性格，有的公的特别乖，有的母的特别淘，好美就是母的里面淘的那种，他喝奶粉吗？喝，但是他现在喝的少了，因为他现在吃主食吃的多一些了。几点不？晚上不确定，因为我比较懒，我晚上喜欢看别人家直播，然后我就白天没事的时候给他洗澡，早上洗澡播一次，然后中午可能没啥事的时候给他播一次，晚上今天晚上我看看没啥事，我给他开播，然后到时候你们来。他叫什么？他叫好美，他是个小闺女。好美也困了，然后我手机也没电了，然后到时候咱们晚上那个晚上直播，你们给我家好美点点关注，然后到时候他开播的时候就会有开播通知。他是不是大师兄？是，你看他这还有好多二师弟呢。然后那个我就先下播了啊，好朋友们，然后那个你们给后面点点小爱心，给榜上的都点点关注，然后那关于小猴子多少钱呢，我不能在直播间里说具体价格，只能告诉你们是五位数，然后那个到时候你们想知道小猴具体的可以加榜一，他可以给我们科普一下的，别和小花一起播，不和小花一起播，因为小花直播的时候我还得去看呢，我非常喜欢小花。对，五位数啊，然后具体的那个你们可以加一下刚才的那个吉林宝哥，问问他，然后我就先下播了，然后给我们点点小爱心，给榜上养猴子的前四个都是有猴宝的，给他们点点关注，都特别可爱，然后到时候晚上开播的时候，到时候你们关注了好美就有提醒了，你看好美困的都睡觉了，抱着奶嘴就睡着了，太困了，然后我就先下了，再见啊，一年精锐。然后我就先下了，然后晚上见啊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